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红律师著作《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本节目将在 YouTube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美西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离婚后可要求赡养费吗？赡养费的英文是 alimony， 也称配偶资助费。赡养费并非是离婚之后配偶会自动得到的，法律上允许赡养费，主要因为许多女性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来全职照顾家务事及小孩。在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一旦要离婚，放弃原来工作的女性将马上面临财务危机。支付赡养费的目的是为了使离婚后的配偶生活能得到一定的保证。一般情况下是男方向女方支付，但是现在也有女方向男方支付的情况，主要的考虑是离婚后双方的收入情况。赡养费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性的，另一种是过渡性的。一、永久性赡养费。永久性赡养费的支付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是在责任方面，重新结婚或死亡或发生特殊情况时，法院会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可以停止支付或调整每月的数额。一般情况下，接受赡养费一方找到了工作，支付赡养费一方重新结婚后有新的家庭责任或发生残障或失业等，法院都会对赡养费的支付做出重新的考虑。二、过渡性赡养费。过渡性赡养费的支付时间一般为两年到五年，在这段时间内，法院鼓励接受赡养费的一方学习工作技能，出外工作而学会自给自足独立的生活。对于支付赡养费的时间，法官主要考虑双方年龄、身体状况、结婚和时间长短等因素。支付赡养费的一方可以以此来抵税，而接受赡养费的一方不需要交税，但是要向自己的会计师咨询具体的处理方法。为了避免对方发生突然的财务状况而得不到赡养费，接受赡养方可以要求一次性的赡养费，避免每月领取方式的破产风险。如何处理子女的监护权？子女的监护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定的监护权，英文为 legal custody， 其含义是谁来为孩子做决定。第二部分是人身的监护权，英文为 physical custody，意思是小孩和谁在一起居住。这两类监护权又各自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全部的监护权，只有一方拥有孩子的全部监护权；第二种是共同监护权，由双方共同行使监护的权利。很多案例中，法院都把孩子的法律监护权和人身监护权交给女方，但这不是绝对的。法官对孩子的监护权归属问题所考虑的因素如下：一、孩子的年龄和性别，如果是婴儿，往往给女方；如果孩子大一些，往往给男方。二、孩子的意愿，孩子的年龄越大，法官越会考虑孩子的意愿。三、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法官常常把监护权给予孩子有比较融洽关系的一方，如果孩子经常与父母中的一方发生冲突，法官通常会把孩子判给另外一方。四、父母双方的工作能力和收入。五、父母双方的居住环境。六、父母双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法院裁定了监护权的归属之后，也会允许没有监护权的一方有探访的权利，即使离婚的双方有很大的分歧或争吵，法官仍会允许探访。如果离婚后双方关系不友善，法官仍可以授予探访权。社会福利局或儿童福利局等政府部门将对监护权的实施进行监管。如果法官认为祖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一直很融洽，而且一直有往来，探访小孩将有利于他们成长，法官也会授予祖父母探访权。邓红律师的忠告：小心触犯绑架罪。如果没有监护权的一方私自将孩子带到外地或出国，在法律上就构成了联邦刑事罪。联邦政府父母绑架法案是专门为了预防这类情况的发生而制定的，规定无监护权的父母一方如未经监护人同意而私自把小孩带走，将构成绑架小孩的罪名。目前许多中国人离婚后私自带小孩回中国、大陆或台湾，因而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此外，作为小孩的监护人，如果发现小孩被带走，应尽快报警并通知自己的律师。孩子的抚养金由谁负责？每个州对孩子的抚养金都有不同的规定，法官的判罚是以孩子的实际需求、父母双方的工作能力及经济状况等为依据。
联邦政府规定每个州必须立法去检查孩子抚养金是否跟得上社会物价的上涨。与配偶赡养费不同，支付孩子的抚养金不可以抵税，即使破产，家长也不能逃避承担对孩子的责任。法律往往要求家长继续支付孩子的抚养金直到孩子成年18岁。在判定孩子抚养费的同时，法官通常可以要求父母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即使小孩超过18岁。为了确保孩子的抚养费得到保障，法官也要求父母购买受益人为孩子的保险，以防万一父母任何一方发生意外而无力支付抚养金。如果要求支付抚养费的一方逃避责任而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使孩子不得不领取政府的救济和医疗保险。很多地方政府把这种情况定为逃避子女债务罪，并列为刑事罪，重者可以被判1年以上的牢刑。很多地方的检察机构都设立了项目小组，通过法律的手段强迫他们去偿还政府为小孩提供的生活经费。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已立法规定，如果应负责任者没有履行自己抚养小孩的责任，或没有偿还政府向小孩提供的救济资金，政府还可以吊销他们的驾驶执照或专业执照，如房地产经纪执照、医生执照等。邓红律师的忠告：孩子抚养金的债务问题。许多中国新移民不了解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在法院裁定前没有聘请律师替自己力争，在法官裁决后因为觉得裁定不公平而对法院的裁定置之不理，或误以为宣布破产就可以解除所有的债务，或觉得抚养费与一般的债务一样拖欠都没有问题，殊不知这样做会引发出刑事责任。万一需要支付抚养费的家长发生财务问题，应咨询专业的家事法律师，向法官陈情，要求对小孩的抚养费做一些调整。第11章，公民与法律。就读于加州圣安东尼山社区学院的杨同学跟随父母移民来美，持有绿卡。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各种组织进入校园号召学生进行选民登记。某日，杨同学路经活动场地，被身旁朋友拉着一起登记。由于他并不知道登记选民和投票属于公民特权，于是答应由该机构代填登记选民的通讯投票表格，并在表单上签名。之后，杨同学也的确在大选中投下宝贵的一票，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而，今年杨同学申请入籍，在申请材料中如实交代自己曾经登记选民和参与投票，结果申请很快就被移民局否决，理由是杨同学在并无投票资格的情况下登记并投票。杨同学急忙到洛杉矶县政府办公室取消选民资格，将证明文书呈交移民局，并申诉是在不知情下登记为选民。然而，日前接到移民局回复称，杨同学作为绿卡持有者登记选民并投票已违反联邦法，不仅公民申请不能过关，甚至面临绿卡被吊销的窘境。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持学生签证来美，在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就读的留学生朋友王女士身上。顺利毕业后，王女士嫁给美国公民，然而却在申请婚姻绿卡时被移民局告知她有虚假声称公民记录在案，拒绝批准绿卡。而究其原因，同样是由于当初无心之失，自己以非公民身份而行使了公民特权。每逢选举，全美上下往往大肆鼓励选民登记踊跃投票，再加上绿卡持有者可以政治捐款，使少数尚未入籍的新移民或留学生朋友响应号召，误打误撞就享受了这一特权，以致事后入籍或申请绿卡时遭遇麻烦，积极补救也于事无补。此外，登记选民、投票、申请美国护照、做陪审员等都是美国公民独享的特权，而事实上，不少持绿卡、学生或工作签证的朋友，只要有驾照，都会收到法院传票，要求其担任陪审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清楚地回复，由于自己不是美国公民，并不具备做陪审员的资格，否则以非公民身份行使了公民特权，一旦被查出，就会留下永久记录。而要扭转乾坤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上诉移民法庭，将当事者的去留命运交给移民法官裁决。更多由于对美国法律无知而发生在移民或留学生朋友身上的冤案，这一单元就要为大家一一道来。如何申请公民入籍？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度，来自全球各地的中国新移民在美国深根成长，来圆自己的花旗梦。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都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作为美国公民，除方便家属移民来美团圆外，还可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让美国的主流社会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美国的一员。
成为美国公民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在美国出生，第二是经过移民规划。一，无论父母的身份如何，任何在美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及在美国属地关岛、波多黎各、美属维吉尼岛出生的人都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如果父母都是美国公民，孩子在国外出生也自动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必须向所居住地的美国领事馆登记。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如果其父母一方是美国公民，除要在居住地美国领事馆登记外，父母中的非美国公民一方还必须满足在美国居住的条件，子女才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二，另一种成为美国公民的方式是规划。中国新移民入籍可以通过移民局的规划程序来完成，符合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条件和资格是拥有绿卡5年以上，在美国长期居住，在过去5年中至少有2年半在美国居住，或与公民结婚，拥有绿卡3年，年龄满18岁，会说英语，无重大犯罪记录，不在假时期。申请美国公民的人经过公民考试、面谈，然后进行宣誓仪式。规划的移民必须放弃以前的国籍和对以前国家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忠诚，宣誓声明自己会捍卫美国的宪法和国土。完成宣誓仪式后，就可以正式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公民考试的内容包括美国的宪法和历史两大类，华文书店及中文黄页都有这类数据。申请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申请表格是 N400， 申请人可以在网站3w.uscis.gov 下载该申请表格。美国公民的资格是终身享有的，但是如果被定为叛国罪，美国政府可以取消其美国国籍。不过中国新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后，如果不慎犯罪，公民身份不会受影响，也不会被驱逐出境。如何申请美国护照？成为美国公民后可以申请美国护照，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护照持有者提供免签证的优惠。美国护照由美国国务院核发，从申请之日得到批准需要4周到6周的时间。成年美国公民的护照有效期一般为10年，16岁以下美国公民的护照有效期为5年。申请护照要首先拿到 DSP-11 的表格，这个表格可以从图书馆或邮局得到，也可以到网站 3w.travel.state.gov 去下载。申请护照也可以到全国13所护照申请办公室去申领申请表格，但是需要事先预约。申请护照一般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但是如有特别紧急的事情需要尽早得到护照时，申请人可以直接到护照办公室申请护照。全国13所护照申请办公室的联络电话分别是波士顿办公室1-617-878-0900，芝加哥办公室1-312-314-6020，檀香山办公室1-808-522-8283，休斯顿办公室1-713-751-0294，洛杉矶办公室1-310-575-5700，迈阿密办公室1-305-539-3600，新奥尔良办公室1-504-412-2600，纽约办公室1-212-206-3500，费城办公室1-215-418-5937，旧金山办公室1-415-538-2700，西雅图办公室1-206-808-5700，康州斯坦福特市办公室1-203-969-9000，华府办公室1-202-647-0518。如果是第一次申请护照，或申请人的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申请护照必须是由本人携带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亲自去申请。申请护照所需要的文件有以前的护照，如果以前曾有过，出生证明由郡书记官办公室提供，入籍规划证明如果不是美国出生的，身份证或驾驶执照，两张最近的照片等。在很紧急情况下需要马上领取护照，申请人可以拨打紧急电话1-900-225-5674或1-888-362-8668。